就是烧庙镇了。红姐他们家今年特意告诉我啊，说他们家地瓜下来了，而且有两个新品种，让我特意来尝一尝。你跟我混，你多享福啊！跟你混的地瓜吃。是，而且张五地瓜是地理标志产品啊，咱们双庙镇这个地瓜呢也是张五的主产区之一，所以你想吃正宗的张五地瓜，你必须得来这儿吃，知道吗？明白了，明白了。你也这大坑库啊！啊，够冷啊！红姐，红姐，嗨，我来了。哎，你家现在这怎么还修这么大一个厂房，这么大仓库啊？因为现在咱们地瓜种的多了，需要这么大的厂房，这是政府帮着投资的。哇，这太敞亮了！上次我来，这些都没有，没有，啥都没有，盖了有两年多一点。看看你现在看到的啊，这些全部都是刚提起来的地瓜了，是不是？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地瓜成熟的时候啊。张五县的土质85%是沙壤土，这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特别利于薯类农作物养分的转化和糖分的积累，因此出产的高粉地瓜既抗病高产，又口感甜糯，营养丰富。今年还成功入选了农业农村部公示的第一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双庙全镇种植地瓜3.1万亩，年产量20万吨，深受全国消费者青睐，是张五县一张甜蜜可人的美食名片。哎，姐，这个地瓜有多少个品种啊？咱们现在这库里是5个品种。啊，我看这个好像不太一样啊。哎，我俩现在这个就是两种品种。哎，这是什么品种？这个现在是咱们的鼹鼠25。吃的烤地瓜就这个品种，对，网红产品，哦，网红产品，对，我能掰一个不？能。看里边这瓤，哇，它开始已经冒那个汤了。对，它有白尖儿，看见没？哎，说你这样冒有白尖儿，是不是就说明它特别甜？对。还有什么品种啊？还有玛莎丽。那头上那个就是哈密。还有个西瓜红。玛莎丽和哈密是今年新种的，就是尝试一下。哦，它适合就是干面一点的，口感非常糯，非常细腻。它适合蒸着吃。对，适合蒸着吃。哎，红薯能生吃吗？能。可以生吃，但是一般的脾胃不好的人是吃不了的。对，是生吃好。地瓜是长寿菜，《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记载就说这地瓜还有长寿的因素，因为它有滑肠、润肠的作用，而且它是根茎类的食物。对，根茎类食物吧，含有矿物质特别高。对对对。而且张五这个地方哈，就土地，你看，不一样。对，你看土质不一样。对，你看这土地，它不是那么泥儿，你知道吗？它是沙土地。对，它偏沙。长知识了，我以前经常听说咱们张五地瓜，这次总算明白了，你看这个季节的地瓜，你看拿手一搓，这皮儿就掉，看见没？特别嫩，对，就薄皮儿、嫩皮儿，看见没？对，那地瓜好。哎，我刚就是你掰开之后，我舔了一下，它居然是甜的。是吗？我都生吃了，你不给我烤几个烤几个，咱们那个有烤箱，一会儿给你烤，这5种品种全给你烤出来。我一进来，我都闻着烤地瓜味儿了。哎，我看你这仓库里全是盒子，这些都是要一会儿，包括咱们现在都是要打包发走的吗？有批发的，还有零售的，也有就是快递、电商、快手走货的。哦，哎，这箱也印上咱这名字了，双庙秘书，对。哦，就大姐，我想问，比如说哈，我想买一些地瓜，我就一下我吃不完这么多，我要放的话，我应该怎么储存呀？它的温度是适合最低不能超过9度。最高不能超过15、16度或者17、18度，冰箱的温度，保鲜那种温度的话，能放就是一个月都是它。哦，那就可以多买点放冰箱了。它得有多少斤？那个地瓜得有1斤、1斤。一斤。我们要是平时买地瓜自己家里烤，我挑啥样的比较好吃？是长一点的、细一点的，还是这种胖一点的、大一点的呢？一个是成人吃、小孩吃，还有一个时间长、时间短。如果说这种拇指属的话情况下，说小孩拿着吃还方便。是烤的时间还短，口感来说没有啥太大区别，因为啥它都是那种稀甜的。又来了一个小目标的订单。一桐，地瓜烤好了。香喷喷，甜丝丝，暖融融，
烤地瓜是初冬中最让人安心满足的味觉记忆。烤箱中的五种地瓜分别带着五种不同层次的甘甜和温暖，让韦诗一同把餐桌上的程序礼仪抛在脑后，迫不及待的食指大动，大快朵颐。那我就吃那个哈密瓜的地瓜。哈密这个哇，哎，那是西瓜红的。哦，这个是红瓤的。对，这叫西瓜红。对，是因为西瓜红，因为瓤红是吗？瓤非常颜色不一样是吧？对，你知道吗？我觉得冬天啊，最配的东西就是地瓜。对。不能上来就吃，地瓜拿纸一包搁怀里，捂一会儿，哎，捂了一会儿，脑子太爽了，哎呀妈呀，又是冬天的味道，这个，哎，这个真绵软啊，对，口感不一样，这是不一样，这是莲，这也是一个，这是鼹鼠，对，哦，那每一个颜色，五个品种，五个颜色，对。哎，你说这么多品种地瓜，我买哪个回家呀？我想买点儿。你要是烤地瓜的话，你就买那个鼹鼠，要一烤流油那种的。啊。比如说拔丝地瓜呀，那西瓜红，啊就很好。然后呢，你说我要糊着吃，然后那白瓤那叫什么？哈密。哈密，对，白瓤那个就行。哈密、玛莎丽都可以。对，但是我认为应用率最高的就应该是这西瓜红了，因为它既可以拔丝，而且呢还可以做一些小点心。可以，比如说和糯米粉呐、和在一起呀、做点小汤圆啊，对吧？烧着吃啊，做点地瓜饼啊，地瓜丸子呀，哎，用它。哎，对你不能用这个。